我而家嚟咗一个平时喺香港好少会去嘅地方，就系、是、马湾啦。今日咧就要去一个韩国朋友嘅屋企整蛋糕，但系呢个唔系一般嘅蛋糕嚟嘅，睇下你就知噶啦。迷路了啊！我好难揾啊，我都几远啊，喺前面。啊，我揾到啦，喺最前面嘅左边。我同你点识嘅呢？之前一月到嘅时候，我喺香港做一个广告拍摄嘅翻译，咁佢就系其中一个俾人影嘅 model 嚟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识咗，非常之 nice 啊！我嗰阵时都系去佢哋屋企拍嘢，拍完之后佢仲送咗啲韩国嘅拉面俾我食。我觉得咧，韩国人如果嚟香港住嘅话，佢哋应该会中意住马湾呢度，因为呢个马湾呢区咧比较人口密度低，个感觉系好似我去咗之前一个韩国朋友住在小区的家咁，但其实呢度是香港嚟，所以我都很想住呢度。马湾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它是有幼稚园和有小学的。所以我已经迟到了，要快点。안녕，짠짠，성호씨，성호씨안녕。일본잘갔다왔어요？네，언제왔어요？추석때는집에안가요？진짜요？우리는오늘 butterfly cupcake 만들어볼시작해보자。冇错，我哋今日咧就要嚟整一个韩式嘅裱花 cupcake。Summa 咧佢系特登翻韩国学嘅，所以佢完全系功架十足。上网成日都见到佢啲作品咧，已经觉得靓到一个极点噶啦。不过好易啫，唔难整嘅，唔难整嘅。睇我表演啦。butter 예요？嗯。butter 계란흰자랑설탕이랑얼마동안배웠어요사람들이일주일에한번씩수업듣고집에서연습하고근데나는시간이없으니까맨날맨날진짜아그다음에이렇게이렇게한번돌렸고그다음에이제또시작佢停咗一次都可以連結翻，力度要好平均先。佢咁樣，哇！안나와아니걔잡고이렇게손아좀더쉽게할수있다갔다그와나오잖아 이거얘를좀똑같이그러면가만히있고응계속같은힘으로응계속같은힘으로이거진짜완전의연속할게세게세게돌리고어잠깐만돌리돌리확실히나왔어요몰라안아보여줘보여줘확실히终于平时应该是这样出现的本来要花四个钟头才可以完成的 cupcake， 好彩在我来之前佢已经焗好了一个萝卜碳罐 cupcake， 同埋准备好晒要用嚟整花的材料，所以我哋只需要整埋啲花就完成噶啦。见佢整就易啦，不过自己整咧就冇事，我出翻去先啦。佢而家整呢个系渐变，我好期待啊！佢已经有准备咗蓝色，我要练习多啲先可以整呢个花，如果唔系咧就嘥咗啲颜料啊！哇！又過咗一陣之後咧，佢整咗呢五朵花、六朵花。原來咧，每朵花嘅種類嗰個款咧都有唔同嘅名嘅。呢一個咧就係咩嚟？呢個係 Daisy， 呢個係 Nanoculus， 呢個 Scabiosa， 哇！여기이사왔어아진짜신기해왜이사왔어나때문에한번놀러왔다가여기너무좋아와그러니까之前佢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广告帮佢翻译的另一个 model 本身佢是住在中环的，然之后佢最近都搬咗嚟马湾啦，就话因为有一次佢过嚟揾佢玩的时候咧，觉得呢度好靓，就成家一起嚟咗马湾。我都话马湾是很适合韩国人住的啦。你喺边度啊？哦，真的。
说时迟那时快，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已经默默地完成了。究竟这个看起来这么漂亮的蛋糕吃下去会不会更甜呢？等我试一下。잘먹겠습니다。오맛있어진짜오생각보다완전오맛있어我以为是那些很甜甜到会头痛那种感觉来的上面，但完全不是，它是萝卜味跟有清爽那种味道。맛있어这个是萝卜蛋糕的 cupcake 颜色，如果是朱古力的话会再深色一点。我刚才问他如果他订这个蛋糕的时候可不可以上面写字，他说都可以写字。我突然想起云大美一家叫 Flower Cafe 的，他这个超级适合在那里摆。很棒的时候他们 Flower Cafe 的也多。맞아있어이거뭐이거는거기서파면되겠다一边吃这个咁靓的花 cupcake，梗系要一边问一下佢一啲关于少女爱情嘅问题啦。下一集会有关于韩国嘅爱情十问，由韩国人亲自解话。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可以准时睇片。下集见，拜拜。